而且这里的贤父是我们的韩国贤父的关系，好像来到家乡的样子。我平常听新竹的教友们都很认真、热心，所以这个机会认识你们很高兴。昨天是青木林报。 青木也是拿着个小小的地方乡下，可是他见过没有名字的一般的乡，而且玛利亚的名字普遍的乡下的一个人，可是他默默的做，也是为天主这样的奉献的生活。 可是，认真的、热心的、认真的做的关系，天主，我天主的严重，啊，做，来天主看这个事，我的儿子，借着他才可以，所以，你这么平常。 有热心的这样的做的圣母玛利亚做天主的母亲，可是如果他不要这样的话，我们是完蛋了。可是他接纳、接受天使的这个邀请，所以他做我们全人类的母亲。所以我们。 这个一般的小小的地方，有普通的，可是认真的做的时候，天主很重视，所以，我们圣母进有小每个地方自己的本分来好好的做，热心做的时候，天主很重视，很重。 所以不管怎么样的地，什么地方，我们好好的做本分的时候，我已经天主看的时候，很多的很大的工作。所以圣母亲，兄弟姐妹们，我们不管什么地方，我们好好的做的本分吧。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分享，跟汤。 生活，今天的时候我都分享，然后有点帮助的话，帮助的话，刚刚我大的大的对，不需要。这样的乡下的贫穷的，这样的家庭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思维上的没有地位的，我们很容易看没有什么重视了。可是我们自己的功课好好的做的时候，天主重视，所以不管怎么样，好好的自己的功课应该做。 所以他变成天主的母亲。那我也是，我也是乡下的乡下的。可是我小的时候一直看圣母经，真的圣母经，我们大概韩国教会不是韩国教会而已，我们全教会的第一个。 最坚固的、最帮助教会的这个团体。当然，我们在家庭看，妈妈是没有像我爸爸一样这么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可是，认真的妈妈的工作的关系，小孩子都是。
都是常常跟妈妈一起这样，所以我们的生活上妈妈多么重要。所以方济杜甫先生这个倡议圣母经的先生，他说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比圣母经更有贡献的团体也是不容易看到，他自己看到的，而且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候，第二次公约的时候，他邀请教宗的邀请他参加。那这个要教宗的信心，从信徒的身份来参加一份圣母经的代读，所以我们教会成为这个是最大的贡献的团体，所以我们自己有荣幸感、荣幸感来搞的圣母经的圣母。有的人还没加入的，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加入的人，不断的成长，圣母的帮助来不断的成长。还没加入的人，尽量，你们劝他们，鼓励他们来有真正的教育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说参加弥撒就可以了，可是参加弥撒不够，我们正常的标准的教育的话，应该一个团体我基督徒的圣母经读经班圣咏叹各种的团体来过过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才可以正常的成长。所以我们等一下杂志，最主要的这种杂志，去年9月开始有一点有分享，所以有空的时候看。那么应该你们一样，每个教友正常的标准的生活的话，应该有一个团体，弥撒以外一个团体参加才可以。所以圣母经是我看到的时候，韩国教会的有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圣母经的关系。我也来的时候，我们来早一点来讲，把然后说明这个怎么开始。就的时候4年以前，我一定找圣母经会的团体，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那么我没有能力的，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应该依靠圣母经一起这样的才可以。所以一个一个鼓励他们。这样的一个剧团，所以他们靠着他们妇产工作也是蛮顺的。所以每个团去，我们已经有加入的人，已经还有还没加入的这样的爱圣母的人，变成爱圣母的团体，好像圣母的自然的学习圣母的这样的，我们成长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成长，所以尽量加入圣母经。
真的是。然后有生酒以外，生炒坏身体，炒坏肠。我们生酒局的工作是，生酒局的工作，我目标是什么？传教，还有个人的兴旺。那么，我们生酒局的目标跟教会的目标不一样，所以为了传教，还有个人的兴旺。那么传教的这个本人传教的主任是耶稣嘛？耶稣给我们能力才可以有传教，所以对，所以传教的主任是耶稣嘛，所以一面开始圣经，然后一面朝外身体，所以我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的话，早上五点左右，四点也可以，五点左右来一起朝外身体的。我们为了团聚的发展，尽量多一点，早一点来开始，所以慢慢这样的朝外身体。开始念日课，然后自己的默想，这样的时候也是帮助，所以祈祷的时候跟耶稣相提，当然朝拜神的时候，耶稣相提你是我们传教的力量，所以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专心热心传教。这样的常常祈祷，所以有朝拜圣体的力量也是很大。所以按这一本的书的作者，最有名的伦理学者圣阿尔丰索·尼罗里，我们常常这本书还有朝拜圣体很简单，所以等一下给你们看。就僧人说，一天至少15分钟的朝拜圣体的话，比任何信心更好。所以，有身体的圣堂，尽量运动身体，就对了。所以，你们就比赛以后、比赛前后，我们。在那边弥撒前后至少5-6个钟头，可是有星期五呢24个钟头，比如说昨天24个钟头，所以教友们的祈祷的习惯呢、而且弥撒重要的我们知道弥撒的重要性，知道不够就去做参加才可以，所以弥撒也是早上一开，晚上一开，然后弥撒前后有朝拜身体，自己祈祷。所以这个圣母经朝拜身体，这样的时候也是明显的可以看到传教，我们圣母经的工作很明显的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圣经认真的工作，然后朝拜圣体参加弥撒，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热心的教友们的基本上的这个做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每天就念的，每天按照今天是二十六号朝拜耶稣。黄金朝拜圣母圣若瑟，是大概比这个朝拜圣体时候呢没有这个最好的，所以因为现在有十三支团，每个支团一份，每个支团一份，等一下拿去，然后放在圣堂，
他在现场身体被服，比如说这里健康的东西，叫我给的东西这样子，要拿就这样子看的吧，大家一起看。对，也是每个人一个嘛也可以，可是这个一个每个集团一份，先你们先不去看，然后这样的朝拜身体，先不去的祈祷，自然的很明显的知道，我没有以前什么大家一起做，可是这样做的时候，不快成长，对步骤也是不快有升华，然后我们步骤做，然后隔壁的屋户快要关起来的这个升华，我们再复兴起来，马上我们去那边。圣母经讲的，他们5、4年没有圣母经，我们去马上有圣母经讲的，那么我照给别的圣母，看那别的圣母，然后他们就起来，然后呢，我们巴黎没有天主，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自己租房子，自己开始天主堂，因为呢已经开始了。没有包子香肠，又快要出来，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慢慢的生长，很多的，很可能这里来的时候一个教堂也是好高，很可惜，就是恭敬天主的地方越多越好，不是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还有我们台湾的有修院也是。小修院、大修院越来越光明，而且神父也是外国家来的，我们很多都不清楚的，还有文化的差，我这样的来一个人也是很辛苦，学着跟着这个教门也是很辛苦，所以本地的神教为了本地的神教，因为有责任感啊，有爱教会的圣经的责任感。我们堂区也是有小病，我很担心。我们一直外国人来这里，不太清楚，所以应该培养本地的圣教。本地的圣教说有当地马戏团，对吧？本地的人都是台语都会，所以这样的很密切的，可是很不容易。你们没有培育小朋友们的圣母经，没有培育他们热心的生活，我们自己也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好好地照顾他们信仰的话，他们还是跟着爸爸妈妈来。所以我们台湾的教育，我们有反省的，我们自己也做好，然后自己的孩子们孙子孙女有关心。现在不习惯人很热心的要做，可是这个圣堂或祈祷这个方面很苦练，所以我们圣母经团员先开始小朋友，我们堂区人有小朋友幼稚园、国小一起一团，还有国中、高中一起一团，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朝拜圣母经，这样的时候，自然的孩子们进来，然后呢，鼓励。当然，开始的时候一定很大的鼓励，直到现在，好像每个生物之团，好像小朋友一样。我每次我带东西一起分享，一直这样，鼓励小孩子一样这样才可以。生活如果成立以后，不管自己这样做这样的话，也是好像没有爸爸妈妈的样子，所以跟他宣布也是很重要。常常，当然，我们一天两三团，有的时候一团，所
所以当然辛苦也是很累了，所以我常常晚上11点左右吃晚餐，昨天的12点吃晚餐，这样子就睡觉了2、3点，对吧？所以早上也是尽量早起来，也是他们不让，也是我尽量早起来。所以跟他们先父做爸爸妈妈很辛苦一样，跟他们先父又为了他们去考证也是很辛苦。所以小朋友们想一想，小朋友们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照顾的话，他们跟着小朋友们来的时候，妈妈也是担心啊，一起回去，所以妈妈也一起来，妈妈一起来的时候一起参加，然后等一下爸爸来接他们。所以他们慢慢关心很关心，所以妈妈爸爸也是可以有教一起的时候，也是一起念玫瑰经，一起念，起码是加入圣母经，没有做特别的小朋友，可是起码有念玫瑰经，玫瑰经，我们圣母经团里一个人一串，有义务嘛，每天，我们想一想。师团的话，我们现在有，本来十三团，可是，两团是，北区你们自己的，这堂区，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自己北区，然后我们自己的11团，你们想一想，每个人一串，有的人当然老人在他们更多一点，所以你们想一想，一串的话，普通十个人。110串，这个是都是传教的资质嘛，传教的资质。这样的资质的时候，当然这个气道的力量当然很强。所以，我们自己呢，你们已经老教友的关系，已经不错了，参加这么热的天气你来参加不简单，已经很好。然后你们自己的孩子们，现在的孩子们很不容易，可是怎么办？我们不能忽略了，如果我们忽略了以后我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开始以后有身教，我让他们每天有做伏击啊，他们每天弥撒的时候做伏击，小朋友2年级、3年级有做伏击，然后尽量每天帮高姐的洗澡。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台湾的大部分像不太容易这个帮高姐，这里呢高姐挺很好，很可能这里也是很可能我经验啊不让我帮高姐，所以我小朋友尽量每天。我们西藏可以每天有了西藏，还有吃饭呢有了每天。可是我们灵魂的关系呢，灵魂方面很普遍，哎，不西藏睡的话，就很不舒服嘛，不舒服。一样，我们没有帮多姐，哎，我们姐妹可以后面可以的话。关门的话比较好，因为我看你们有人的样子，所以关起来比较好。对呀、啊，这样比较好，今天凉一点。所以小朋友们，这个不要忽略。小的时候，这样才可以以后有好的习惯。现在大学，我们那边也是大川同学训练很不容易，可是幼稚园、国小、国中比较容易。所以小的时候这样参加弥撒，就很乖的这样的时候弥撒，马上他们要以后当先父，这样当先父修，很乖。这里有没有每天几乎每天帮高姐的？可能没有，
这样的保持安静的精神，每天祈祷，这样的时候会热心的家庭，热心的家庭里面一定他们啊，当先父修女他们想到，所以很容易。然后我们开始朝拜先，每天大的大的身体来朝拜先，体现的气氛。所以进来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啊，这里虽然第一次，可是有祈祷的工作的地方，所以马上会有祈祷的习惯。哎，祈祷的习惯的时候，天主一定引导，好好的引导。所以很奇妙，我去年两个大修士进入大修院，为每个堂区台湾两个修士的话，不错呢，不是不错，非常。每个教区两个的话也还不错，这个也是不容易。所以每个堂区这样的培育，每个已经朝拜身体，这样的时候自然的祈祷，好好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圣母是三道之母，就一定三道。所以我们好好的圣母经做的话，还有好好的做朝拜身体的话，我们不要什么也不要担心。所以我们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圣母经应该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圣母，要我们决定这个三个人应该做的，尽量一天一次参加弥撒，还有朝拜先帝，尽量至少15分、30分。我们堂区有两三个钟头、4个钟头、5个钟头也有。这个是他是小姐，小姐这么4、5晚上不容易，2点开始6点这样的。习惯的话还可以了，所以这个姐妹你真的很辛苦，没有问题嘛？所以一个星期一次这样的没关系了，这样。所以还有年纪大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是早拜先帝不太容易，可是念每个已经最多的，因为他们不相关的关系，这个事情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弥撒的重要性很重要。可是不参加的话没有用。我们考试的时候弥撒好不好都是好，100分，可是参加弥撒的时候很少。所以我这个开始弥撒两台不可以，这样的这么贵这么好的弥撒危险，所以早上一台，当然教友是越来越增加，晚上一台，所以早上老人或者要上班的人早上参加弥撒，然后有的人不上班的朝拜身体，10几个人，晚上比较多，因为下班比较年轻，晚上的关系。所以昨天星期五外姑姑朝拜身体弥撒。这样的时候好像世事无数的这样晚上这样，所以还不错了。我们这么努力，大家这么努力，那么这么样的成长。所以在台湾最需要的是圣教。所以圣经毕竟我们小朋友们三个四个这样的，他们决定了。当然，父母亲也是这样决定。所以，这个是圣教最快的方式，这样。然后，朝拜身体的时候，年纪大的他们也可以又安静下来了。我们外面的这么复杂的事，可是在身体面前。跟耶稣直接对话，所以有各方面我们
灵修方面、生化这个方面很好。然后像一个弥撒，还有帮多姐，帮多姐，真的我们每天不去厕所没有大便的话，我们很大的病，大肠癌有这样的，真的大肠病。我们病人也是，不帮多姐的话，一定有以后忘记的，一定有问题，所以不要忽略。至少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写起来，忘记了写起来。我们不帮多姐的还是留下，还是我们忘记了留下，以后审判的时候，像逾越圣门的话，知道你还没有，你还没有帮高这个就丢了。你这为什么还没帮高？这个有圣门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帮高这个习惯，弥撒的弥撒参加，至少一天一串，一串没给紧，这样的自然的成长。为什么？爱这个祈祷听到的耶稣圣母。这么恳求的时候，为什么他最爱我们的，怎么可以一定有关系呢？所以我们这样的一定有成长，他的家人也是成长，所以还是不太念那个的也有，所以我开始这样的鼓励他们，有颁奖啊，颁奖品奖状。这样的时候，一天四串念，四串一下念的，有奖状，还有奖品。这样的时候，好像大人也是不错，这种很有意思，所以越来越多。以前没有念的，现在一定有念。还有我问他们这样，所以这样的成长，有的人跑步的时候，跑步的时候这样的念各种。所以本堂先父也是虽然不那么老，可是还是地位的爸爸的功嘛，爸爸的功，所以应该爸爸做的事情应该教育，对教育，这样的话家庭一样啊，我们谈起家庭一样，这样的做的时候哦，这个不错，这个很好，明白。所以，这里有没有看一看？这里心主都是热心的人，一天没关系，我有，所以一天四串一下念的，一天四串一下念，应该有不相关的人可以啦，四串，这个一个复印念，你复印是不复印的总纲嘛，总纲内容一样。所以一件四串念的没关系，四串念的吉祥，四串的欢喜，欢喜，还有痛苦、方便、痛苦，没有这个普通的事情，普通的事情，啊，姐妹，还有，对，普通，为你们想一想，就早上早起来。会要一串以后生产，然后吃早饭以后，这种也可以不相关的。还有吃午餐以后，要马上睡啊，不是马上睡的话，肚子出来睡的。走的走也没一串。晚餐以后，也是跟孩子们、跟先生一起也没规矩，也是家人光荣这样的成长。晚上睡觉以前，都是五串普通，我们生物就是普通，这样是五串普通。上班的不那么容易，上班的开车的时候也可以了，不用这个念咒，自己大概十遍的生物就会变得变成这样的，大概这样，几乎就会这样。所以你们这样的一天十串念的人，不必那么担心，天主圣一定他们。自然的引导，自然的引导。所以我们大姐你们一定应该一天都要应该一天四串没有问题了，
大姐你，大姐你也在我一天，一天西瓜西瓜西瓜，不对啊，不算，以前的老赵总乱把我问死，他说这么忙这么老，可是问死无穿，问死无穿，问死无穿，所以他年龄越经过的人很快生了。今年五月一号他列征服了，列征服五月一号，然后一月五三一月生一月，他一天一百五十串，怎么念的不知道，就是没有。当然那他是他不去农民就两个关系，这里一个发起来，这里一个发起来，然后他早上一点半起床，一点半起床，两个两个两个，然后月经还有弥撒，弥撒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来外面，外面等，有的人那么多的人来关系，外面好几个钟头等一等，然后弥撒开始的时候这样。所以你们也是要招呼圣人还有圣花的话，不错呢，谢谢。所以天气冷冷嘛，所以不必休息吧，一直这样的天气别人说不需要很快别人说，所以读一下别人说很快读一下啊，我是八点到五十五，十点到十一点吧，十一点，所以可以的话，自然的自己去连锁，然后自己继续听可以，以上以前可以，连锁也可以，因为不好意思，我迟到的关系，给你们害你们的没有去这个洗手间，所以。一月生一月，五三生一月，他是五四年有这个生五三嘛，五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清楚，念玫瑰经多的人，生化很容易生化，个人生化，所以。你们也是需要你加油吧，加油。所以有的人从忙的关系，一天一餐也是没有的，也很可能有。所以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加强多一点这样。我们礼物嘛，我们小朋友们也是一天一餐年的这个，所以这个不要忘记。然后，有三中经有念嘛？三中经这个是一天三次嘛？三次念是三中经。我们常常看有梵蒂冈教宗常常他三次这个三中经念的可以看到嘛？所以老人家也是一天三次，我们每个人都是义务嘛，因为我们工作忙。很容易信仰的方面很容易忘记，所以教会一天三次这样的祈祷的时间，跟圣母一起三中经的时间。所以可是我在台湾看的时候，很多人不念的，很多人不念修院，他们看过，他们念修院，因为他们标准的这样的学习而言，他们念，所以三中经这个我们得到现大赦了，不是前大赦，现大赦，大赦现大赦，全大赦，全大赦，现大赦，现大赦就是到大赦的大赦，现大赦，大赦，不是前大赦，现大赦，所以一天三次，对，不是教有我的孔子也是一天三次反省祈祷也是三省嘛，三省。三次反省，那么我们一定召会三次反省祈祷的时候做什么？所以等一下我们
仅仅开始三重经，你们爱圣母的人跟圣母一起念的三重经，不念的话算我们爱圣母，所以教会一定不定的。你们看这个弥勒的晚岛，弥勒的晚岛那边看，晚上有太阳西山的时候，有夫妻工作的时候，冬天工作的时候，放弃教堂中大众的生命，听说马上站起来，那个时候念这个十三钟，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可是我们这个时间很不容易，所以早上有空的时间，我上班的时候也可以。还有中午晚上我就当这样三次，虽然没有练入课，可是可以就几分钟就可以背起来。我看这位弟兄同学就最年轻人，他最年轻人，他对你刚刚的，他对你高中吗？高中是不是高中？大学有去大学就是。大学都不容易，有年轻的人来不容易，所以这样的人，你们问问，以后要不要深造有这样的人？我想这样的人可以的。哎，弟兄，你以后想一想，以后为他要教会当先父，所以已经他们不错，可是小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担心圣教，现在这个台湾很危机，圣教很危机，所以我们大家有关系。如果没有圣父的话，害我们自己，那怎么办？如果快要死，或是没有父有圣父找不到，怎么办？还有生病这样的时候怎么办？还有搬到外界的时候，包括圣父去别的堂区。那么多的负的难罪，我找不到像我刚刚讲，这样的时候我们灵魂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们堂区这样的圣母经还有小派兄弟这样的做的时候，有奇迹，可以说奇迹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啊，印尼的华侨，会她每天他听耶稣圣母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每天圣母，我不知道我是印尼的，我怎么不知道？可是他们有翻译，有一本书出来了。今天我带来，你们等一下看一看，不是我写的，他听耶稣圣母的话，所以你们这里也是好好的参加。弥撒圣母经朝拜圣经的话，也是他已经几年以前开始继续这样写，所以他问我，哎，圣父，我每天参加弥撒圣母经朝拜圣经，所以我每天听到呢，他是国小毕业，就生活很困难，可是他每天听到，所以你到底说什么？你内容是什么？他说。内容这样的，所以我问主教这样的，我们堂区这样的教会要不要写，让他写，所以内容看的时候很不错，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现在已经有书出来了，所以他的书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也有，还有圣母经的有宗教，还有有教友。教友也是传教，也是传教很容易，因为你们做的是传教，还有堂区的时候工作也是圣母经负责，所以很当圣父很好，有圣母经多的，有圣母的先父的右手，先父的左手，很大的帮助，而且你们自己堂区帮助的话，你们都功劳，所以圣母经不断你们自己。朋友为这个吃东西好吃的吧，你们为我们这个东西很好吃，你也一起吃吧，应该这样吧。还有这个阿里山那么好看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样
这样的介绍，那我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这样这么好，所以你来，你来看一看，这个是传教。所以你们自己，你们自己也是找到圣经，还有别的这样的方式，还有我们自己有爱心的话，爱心的话就是自然的好的传教。所以圣人，那我圣人他们没有传教，可是他有他很有爱心呐、啊，他们有爱心，所以圣人呢自然的传教是自然的。昨天我看这个是这个圣言配合。圣夫若瑟，他说的，对，他说 Austin， 他说传教工作就是爱，一种爱的工作，人爱的越多，就越是个好的传教士，也越是个宗徒，爱的越多，收获也越大。所以我们爱心的时候自然的传教，对吗？啊，像别的三人不用怎样，别的三公母他背后什么传教，就是可怜的人，我们忽略不帮助的人，他好好的照顾他们，所以他们人人都感动了，全世界都感动，你这么年纪大的兄弟还是这么可怜的照顾我们，做不到的他都做，所以很感动，所以全世界给他有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印着德雷莎姆姆，已经书也是很多嘛，德雷莎姆姆的书很多，一般的人都知道，他没有传教，只爱别人而已，所以他是一般的传教士，因为他是爱的关系，这么多的人知道天主教啊，天主教的修女，觉得还有我以前戏子，我基隆的时候常常早上去戏子做弥撒，哦，他们是很艰苦的生活，然后呢，感动别的宗教，感动佛教，他们常常有东西送他们奉献，别的宗教也是感动奉献，所以。好好的爱心的话，自然的，因为我们人也一样，这个有钱的人最喜欢嘛，是我们好人呐、啊，好人就是爱心的。那我只是很有博士学位的，我们爱嘛，就是不一定有全息的爱心的，自然的我们很容易我们接近嘛，一样，我们传教也是。有爱心的时候，自然的感动感化别人，自然的。所以，我们台湾前年，这个他们说的很好，爱传爱150年，这个海报大的。所以传教是传爱，对啊，对，传爱，天主是爱的关系，好的爱心的话，就是好的传教。所以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自己的上班的地方、上课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在那边好好的就爱心的照顾表现的话，自然的传教感动。所以我们那边也是尽量有来的人，你给他们很多的书，我准备很多的书准备。适合的人，还有我们项目今年是项目今年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呢，不容易，参加比赛也不参加的，特别原住民弟兄，他们不太有参加，可是他们很喜欢，我就很喜欢，所以跟他们一起做好的朋友，这样的话我也一起喝酒。就他们喜欢的球员，我一起这样的时候，先做好朋友，好朋友的话，跟着很容易跟着了，
所以现在呢，没有提供机会也是很正常的。不管怎么样去做，觉得方便就是他们一定有时间的时候有开会，我也很感动。我当先锋的时候，成就感就是这样。有战友们成长的时候，先锋很高兴。一天不参加比赛，不念没背景，这样的一年一两次来的这样的，现在习惯好好的带。爱念没背景，爱念没背景，所以很感动。所以这个，我们文堂先锋们，我们郑先锋有很爱心，他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这个互相爱心的话，这个是最好的传教。所以，先锋若瑟说的对。那么所有的圣人。圣人是爱心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传承。你比如说圣女小德兰，圣女小德兰，对，他是传教的主宝，传教的主宝，传教的。所以我们台湾画了很多的小德兰，这里也小德兰很多，一定。为什么？他是配兵嘛，修炼里面配兵，每天补血，每天补血。可是政府虽然兄弟姐妹的修女们，可是不太喜欢嘛这样的出现，可是他不恨他们，然后更好的接待他们这样，然后呢，为了传教这么热心的祈祷的关系，他没有出来传教，可是他变成传教的主宝，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样的爱心，好好的以供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的做的时候，都可以传授。很多的乞丐也是生了很多的乞丐。前天的福音，拉扎路，他也是乞丐，可是他比富翁他很早这个天国。所以不管怎么样的好好的爱心的话，变成好的传教士。所以我们当区的这个姐妹，这个卡尼拉诺呢，这样的，他的家里啊，他的家里，我不是卖书的，介绍，他的家里对，这个是项目上，这个可以这样的。后面这个这么亮嘛，当然前面的是蜡烛的关系，忽然这么这样的亮，所以他们，我们这里有的人很朋友，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问到，像就有念没背景的时候，很像的，我也是好几次，有我的朋友们一起练没背景，可是忽然很好几次我讲非常非常像，所以我问我的朋友，你们有没有这么像的味道？他们说完全没有，所以好几次很奇妙。所以后来我问别人的时候，这个是圣母的这个标识，圣母存在的标识，圣母出现的标识。然后我好几次讲，然后这个耶稣显现的时候呢，橘子，圣母显现的时候呢，白鹤毛，玫瑰香是这样的。所以有的人会我那个时候，忽然以前没有怎么这样的好几次，所以我那个时候圣母对我什么特别好的样子，所以我。尽量为圣母的事情的话，尽量为就做，所以圣母今年是快成长，所以现在有原住民他们已经他们三团原住民自己三团，他们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参加，现在的我和直接没有也是没有关系，还有参加的
圣母经以前有参加弥撒的时间，弥撒参加以后圣母经，所以弥撒也参加，开会也参加。开会的时候一定有念弥撒经，我这样的时候自然的成就。那我当即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拿一个这团负责哪一个地方，拿一个负责很大的帮助圣母。所以，这个我们圣母经好好做的话。很大的帮助传教，会我看你们已经等了很久，四点半，有的人连有点要喝水，有洗手间，有的人，所以十一点以上嘛，所以我还没要这个还没拿出来，还没拿出来，因为所以有的人也有点累呀，所以喝点水，然后做的时候教我们。好的成长的时候，这个最大的喜乐。所以虽然圣母经他们有年纪大的年都有，可是也是很可爱的。自己的教友参加圣母经，认真的参加，所以常常带东西喜欢。所以这里来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当然你们。爱圣母的来参加，都很可爱的。所以这个朝拜圣体的时候，有圣体的恭敬的帮助啊，就是参考。我一个神父，七八年以前，意大利的一个神父，他怀疑了，就有一点怀疑，真的是每天做弥撒，真的这个耶稣圣体吗？他怀疑你，所以忽然变成越来越这样，越来越会升学，升学越来越重要。你看，这个升学里面的升学越来越弱，这个学弱，很清楚，马上就变，然后。胸盘的身体变成这样肉体，耶稣的真正的肉体。所以七百年以后，这个肩的时候，肩的时候，很清楚的血还有肉，所以。血性是耶稣的血性 ，AB 型这样说。AB 型这样说。那么耶稣的血性 AB 的话，圣母的血性是什么 ？O，A 或 B 才会。B 嘛。对啊，所以圣母问你嘛，所以 AB 型。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你们的身体信心帮助，每个支团一讲，然后团长你们每个支团放起来，每个支团这样都或在这样的地方挂起来的话，有的人看，所以尊重身体，所以每个支团里。等一下，结束以后，拿去每个支团。然后呢，我今天讲不完，我的生活讲不完，所以，我去年你们不太，有的人不太看照片的东西啊。教会的报纸不看的话，教会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嘛。所以有的人教会的报纸也不看，书也不看。所以我今天有书带来，这个也不是我的书，这个也是不是我的书，我介绍而已。所以如果卖的话，给他们钱才可以啊。所以我见证这个一拜就会，这个也是我们当时这个教友他有圣母跟天主有讲话的，
或是一百，这个是因为九月，去年九月开始，那边都写了圣母经，还有传教的，有经验，所以每个月都有出来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看的可以都不一样，九月开始到三月，继续有写，所以有需要的可以一本一本的可以，所以可以参考，因为电脑看可以，电脑也可以电这个。这个见证也可以抱着各种的看也可以，这样的时候才可以这个正常的教育。哎，别的报纸人和中国时报、联合报这个人很多的看，还有苹果报我这样的看，可是我们教会的时候呢看的话，我们会怎么可以成长呢？所以还可以看到眼睛，看到眼睛的时候，我们继续然后看。然后这个对象，我们三中景你们没有习惯，所以这个你们该去遮起来，常常这样遮起来，然后一天三次，复合肌的三中景跟平常的三中景不一样，所以这个你们习惯。别的国家来的时候，或者是台湾生活就不练。奇怪，你们都为什么不念圣母经的三中经？他们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有学习。可是我带着，我找不到这个人，所以你们两个人一张看，再折起来，等一下，十二点半，等一下以后我们一起念。所以照片的东西。尽量看着看，这样的成长。我看，神父们这样的扔的天气很忙的时候，这里来参加，很感谢。我们刚刚还有单方强神父来了，刚刚那是单神父也是谢谢。还有我们高雄教区的尤宗主教。也是复传的非常有关系，我两天在那边这样的分享，也是六主教，对，六主教两天都是参加，全程参加，所以我们这个复传圣母经的这个是有一点讲，可是很多，所以你们这个用每一个月都可以。有一点心，所以参考。然后这个时间你们可以问比较晚，这个东西现在讲的话时间都不够，所以你们要知道可以问比较晚，问什么也可以，圣母经的或者我们传教的没有什么了，可是。我的经验有好多方法，有可以有提供，互相学习，所以什么话也可以。就是交流时间。对。就是如果团员有什么疑问，或者平常有什么，对圣母经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请问三哥好。做小朋友参加这样的圣母经哦，那怎么带那么小的？当然是一年级到六年级之间的，怎么带？方法怎么带？谢谢。对，大人也小朋友也很有亲密的，应该巧克力开始了，巧克力开始。对呀、啊，对巧克力还有，我对他们好多是吸引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心，我到现在还是可以一年一个冰雹，一个冰雹，去大人小人都是这样，所以鼓励还有好的准备道理，还有好的带礼物，这样
妈妈带着这样子我顶那我会接近二年级三年级国小的二年级那我幼稚园也跟着来跟着来现在幼稚园他们接近各个这样的做的背的他们都背很可爱的幼稚园这样的一直跟着所以你们想一想我这样的参加的时候不看电视一直这样的祈祷这样的时候还有神父给他们有好吃的东西所以他们自然都进来那我孩子小孩子们来的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进来所以这个可爱而且我很感动的哎，这样的我这样带着他们这个科学小朋友们每天参加比赛出击然后呢王高杰也是几乎每天几乎所以他们小的时候热心另外很干净嘛很干净还有王高杰的时候呢小朋友对他们吃喝的食物还有东西所以先父王高杰以后点心给最好所以他们很高兴我想今天也是赶快做功课以后我要去参加比赛这样的所以普通我们王高杰以后我简单的祈祷的话有的人忘记还有不错所以我给他们有树啊这样的树然后呢你的不是这个念平常不念了、啊、所以你这个念这样的时候才可以去看书读书这样所以我的房间的话乱七八糟这里就是这样子所以尽量不要进来看很乱不是我也喜欢我也想整理干净可是真的没有时间一天两天以上还有两三台的准备这个信号我这样说真的我真的没有时间所以很乱可是这样的当中成长的时候还有问唐师傅很有成就感还有当然照样这样的也没约定这样的帮助的关系当然这个传教很自然的一定支持一拜一死传的这个没约定的意见所以很大的就是我们堂区平均一百个居我们一定每年这样的人数这些一个这个我们统计上有联系我们统计上所以自然的所以生物界的功能多么大呀我在哈佛卡的时候他们这个殡葬的地方认识的时候他们去这个家庭为他们祈祷帮助的时候为他们也感到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自己做不到哦，生母亲来这么热心的有祈祷然后帮助他们需要的所以他们都感动所以他们都请假了这样的家伙是就家伙天主教天主所以他们会教会这样的情景我小的时候一直看着还有问我的地方是乡下比真相夫的更乡下虽然不这样的乡下还是他们也有幼稚园的国小的所以他们生教嘛小的时候这样的人生教所以自然的生教很不定的嘛不定的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培育小朋友让我不让生教在那里外面的随便进来也要做当先父兄不容易嘛虽然做可是很容易出去就没有习惯的觉得很容易回去所以像你进的这个工作好好地带小朋友以后准备以后哎这个重视不习惯的这个重视那我最重要的我们的灵魂的得救呢为什么这么不愿意我们罪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罪可是有的人已经小朋友已经
大学我这样的时候我很不容易啊，所以怎么办？这个试试看，他们的生日、已经结婚的孩子也可以啊，他们的结婚的纪念日的时候有教会的书或者圣物啊，圣物给他们，这个是你们的生日的纪念，妈妈的 CD 啊，你这个也没有背景，我的生物，你的住址上，他们爸爸妈妈的这个亲人很多一样嘛，天下的孩子们的心对方一样，所以妈妈是不是我给我的礼物，我是记得，他们以后永远这个妈妈给的不会丢掉的，所以你这个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想到妈妈念了，这样的话，他们很以后很后悔，一定回来呀。所以这个一个方法，所以尽量照片的书、照片的生物给他们这个诚意来给他们的话，他们很容易啊。这个是自然的嘛，这个爸爸妈妈这样子给的。所以我姐妹很好的理解，就是小朋友们好的鼓励呀、鼓励，不要去的时候带他们去，给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好，谢谢师傅。我是说，更是正常的事情，总有在做。那我是说，就在我们的邻居，我们该怎么带小朋友？因为大人我们都是会去，那些都那个正常，我们都有生活在。但是我是想说，我们邻居的小朋友应该怎么带比较好？对，谢谢。啊，这个是我们是这样。我每年有夏令营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免费的，非常便宜的，然后参加我们的夏令营，两个星期天的夏令营参加。这个机会跟小朋友们在家里的话都是有看电视的这样的，所以小朋友们来一起，反正来呀，来的时候。小的时候知道这个是圣母，这个是耶稣，我这样的知道。小的时候，他们的环境这样，所以也可以请先来看。我们什么时候去阳明山，你们也来。反正我们有，我传教的时候也是，基督教比我们厉害，传教方面，所以。我们传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基督教一起。有一次我们传教的时候有跟他们一起时候，如果我们这位弟兄姐妹多自己的转场，如果他做理发的话，理头发的话，他每天在一天在那边理头发，免费。如果他护士的话。护士每天当天活动的时候，他会帮助这个血压或这样的。还有他是律师的话，律师有问题的人，家庭有问题的人，教他活动免费嘛。还有玩的地方，整天还有跳舞的地方，我们都是基督教，我们一起这样的。然后呢，他们来，已经两三个星期前有一架这样的。这样的国小、国中的这样的给他们，让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喜欢的这样的免费的动物圈，他们玩具这样的，所以，先来的时候，就提供他们需要的，然后跟他们照相以后，以后要给，那么我们以后为什么照相？以后几天以后，我们去的时候，敲门他们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次电脑敲门的时候，我们以前在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到的，所以我拜访他们不太容易看的。那个时候我们活动，可是我们这样的拜访的时候，我们要给你们照片啊，当天才有照片。所以那个时候，小姑娘的礼物或照片，这样的时候，坐下跟喝茶，这样开始谈话。
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来往认识，然后有传教的机会。反正他们很厉害，比我们多。虽然我们信徒多，可是都不像他们的基督教。他们有我们一个邻居的一个小姐，她这么年轻的有好几个孩子，所以怎么办？他这样的幸福的说，基督教外放，然后呢，每天为他煮菜、洗衣服、照顾自己的小孩子，所以他们都很感动。没有学到的，可是你们为我做得很好，所以他们加入这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跟基督教这样的，有的时候复活节弥撒、圣诞节弥撒这样的一起活动，然后。那么怎么安排？那么他是中正路的话，中正路我们天主堂的关系，他们到我们那边，那边什么路的话，那边有基督教的话到那边，所以这样的分配。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考虑各种的，这里面有一点一点见证，里面有或是见证，所以你也可以参考。所以越年纪大的时候越不容易，所以高中不还可以，国中高中还可以，可是大学也是不容易，他们很固执，而且他们不是马上要念没背景，所以你们那么大人的地方也是不太容易参加，所以我这样的想到说，那么你们。好几个兄弟一起一个自传老婆，爸爸妈妈这样干的话，可是不太容易想的。可是他们一个家庭一个自传也有，因为现在有家庭的一起见面的时间很少，家人一起，所以这个机会一个星期一次，你们开会的时候家人一起见面，所以。一个好几个家庭兄弟姐妹，他们一个集团，所以每次这样的他们共同的这个时刻，所以分摊是可以，有要分摊成了尽量找深入进，这个是最好的方法。第一个是他们正常的固定的念每月经祈祷。还有先付过信化需要的时候，信化还有爱心工作，爱心工作自然的，他找每天的爱心工作，有的人上班的关系没有爱心工作怎么办？快到今天晚上有开会，所以早一点来扫地抹这样的要报告，勉强也有这样，可是最后也是。不让他增长，可是还是这样的方式来爱心工作，也是可以嘛。所以各方面圣职，所以方基督徒这样的常办的这个圣职，方基督徒这样说，这个教会没有比圣职这么大的东西，严格，哪一个团体这么每次点名然后报告。这么严格的哪一个？而且一定一个星期，虽然过年也是一定这样的做，所以很不容易啊。你们是这样的，参加的不容易。我们今天来的，我们去看的班长，他是20年没有学习的这样的这个热心的教育，所以我看爱圣母的人。就他没有什么念书，可是头脑很好，因为圣母这样的照顾的关系，都是圣母蛮有智慧的，所以我很谢谢你们这样的圣母亲的热心的参加，不断你们还有你们的邻居、你们的朋友也是尽量这样参加，还有别的方经理。神父，请问一下，就是就像很好的食物，包括这些书籍啊，那我们有的人他的属灵的胃口，
他没有大，有的就是说他没有胃口，即使你把他好的食物摆在他面前，他也不想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激发一些人，即使他是教友，但他的只要主日万坛菩萨满全教规就好了，我们怎么激发他。第二点就是神父怎么样去找那些迷失的羊，比如说失联的教友，就等于说对啊，我都看了那个以前几十年或十几年前他是我们的教友，他现在不进堂了，因为现在都是住公寓嘛，现在不像以前了，砰砰砰去敲门，现在要按你是谁，哦，我没有，我不在，甚至于都逃避，怎么样把这些失联的教友找回来啊？谢谢。谢谢。我的经验上最好的还是神父还有圣母殿他人一起拜访最好，先拜访，然后拜访的时候医院也什么地方的安老院也是各家庭也是对他们适合的东西也带着给他们高兴一点，然后我神父你我们考虑我们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当中一定下个星期来，那么如果就回来不来的一定拜访关心了，表示对教友关心，而且了解他们的价值，所以拜访这虽然这很辛苦，是尽量参加。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八年开始，八年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用，以前有了就是安老院还有身心灵中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嘛，自己的我们教区没有管，所以我们不就堂去通主教你们负责八年开始，所以我们自己租房子，租房子现在开始，我也是前天也是拜访好几十年没有来的布农族的姐妹，可是他们要下次开始有要来，那么一个家一个家这样的孤立孤立出来的时候，还有当去的时候，像我上都给他们礼物啊礼物，这样的时候啊，这个神父对我们很关心，以前没有这样的关心，所以他们这样的话我也参加，所以参加就是那么的。我们也把你不求以后马上开始没有什么行不行行，我们开始有圣母进来开始，还是圣母进来，在家里没有妈妈的话，在家里没有妈妈的这个事跟空空的跟空虚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谈起没有圣母进的话好像没有妈妈的这样的样子，所以这个谈正王经理还是关心呐、先父教友们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的感动。然后，特别菲律宾的，有越南的，他们薪水很小，有的人7000、8000。所以，我的朋友给的米、泡面都这样的，都留下来给他们的时候，一点一点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是。越来越多人来，我准备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人来，所以我已经他们就是菲律宾的圣母的一半，已经他们成绩很好，然后越南是他们的朋友很远的地方，回这里去的时候，缅甸也可以，泡面还有米也可以，所以他们朋友带来。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这个是很容易看到你们的妈妈，所以我们跟圣母妈妈一起，这个一起大家共同去开店的时候，你们有更有外国的圣母更好嘛，所以他们现在我开始圣母军的菲律宾的圣母军的弥撒，还有圣母军的开始，还有越南的也是，越南的话还没好。所以有一点学，然后他们已经圣母进了流，可是大家念的时候，不仅依然是越南话念的，所以也是他们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有亲密感，所以尽量不仅也祈祷，也尽量他们的话来这个亲密感的话，他们比别的地方去来这里来这样做。所以传教，我们传教就是对别人的关心，爱，这是最好的方法。
不必你信天教或不自然的感动的话，自然的。所以这个我是有到现在的经验。还有别人，我们真的想给我时间，11:30睡，11:30以前，这个我还没打开，真的还没打开。刚刚神父提那个泸州区的区长长，就是我们那位萧仁和先弟兄，他就是平常有准备一些圣物，各个地方有活动他就会去。所以说待会儿如果说各位团员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咱们萧仁和弟兄，他也是泸州区团的团长。然后刚刚神父说他10几20年来都没有缺席过，啊，他希望待会儿想认识他的话。就去帮他捧场一下，买一些圣物送给我们的女儿，送给我们当做生日礼物。我认了，我们生活当中有认了，还有爱我们长辈生父，谢谢王生父，王金安，王生父，谢谢他。谢谢尊敬的他，谢谢。香山塔，香山塔。不是不爱运动的时候，任何我们生活当中，生活中的任何，这我们有10分钟，请各位把握一下时间，有什么你要先讲。神父你好，我是香山圣母基督之团救世。